我的富婆老婆病倒了。我夹美颜了，夹了，你是最漂亮的。让我开始吧啊！开始。兄弟们，我病倒了。最近总有兄弟问我为什么没有直播，其实我看到你们的私信哈，我心里其实特别高兴的，证明我的努力还是有回报的。但就我这身体吧，有点太不给面子，老是拖我后腿。所以说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。你看，尤其夏天快到了。一定要记得多喝水，按时吃饭，少喝酒，少熬夜，多运动。哎，总之一句话，奋斗的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我呢，也在慢慢的恢复中，很快就可以和大家见面了，放心吧，我可是比小强还要坚强的。在这里，我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兄弟姐妹对我的关心和支持，真的非常的感谢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来到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一定请你们喝一杯，撸个烤串，吃个临沂特色炒鸡，让我也好好表现一下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等我回归，迷路时间中找出口，陷阱冰冷的温柔，对你的宽容。